朋友们好，我是林兰老师，来自中国普通话之乡承德，我的母语是中文，从事中文教学已经13年了，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。对待学生，我非常有耐心和责任心。对待不同基础的学生，会制定更合理的教学方法。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开朗、幽默，所以在我的课堂上，学生们能轻松快乐地学习。在课上，除了教你们听、说、读、写中文以外，我还会和你分享中国的人文、历史文化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你也能用中文和你的家人、朋友描述中国的长城、陕西的兵马俑、承德的避暑山庄，以及中国56个民族不同的风土人情和各具特色的美食。快快加入我的课堂吧！